不会，我们要向我们的这些呢，网上的朋友呢，但是你无礼貌，你知道吗？安怎？明仔什么日子？明仔啊，明仔礼拜咯。礼拜明仔有什么特别的日子？明仔礼拜，明仔礼拜我都无看到，你都无什么特别了吗？你去想一个明仔是。六月第三个礼拜是什么日子？六月第三个礼拜，我的生日还未到，我老母的生日过了，我的囝的生日还未到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我跟咱所讲的啦，母亲节吃龙虾，父亲节春林白一个。哦，你看啦，我是听人讲。母亲节吃酒楼啊，父亲节都吃罐头，是不是？所以明天父亲节嘛，我们要做父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祝福呢，天底下所有的父亲呢，父亲节快乐哈 ！Happy Father Day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先向我们 Facebook 所有的好朋友呢，向你们深深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我们YouTube，English very good。YouTube 华语叫什么人嘛 ？YouTube。我考你。华语啊。华语 YouTube， 但每个人都会讲 YouTube。华语是叫什么 ？YouTube。YouTube。优酷。哦，优酷啊。唔知丢唔丢？唔知，唔是。唔是，不一样。搞得好，卖假搞啦。所以我们歌台欢乐夜每逢星期二、星期四、星期六晚上八点，会通过我们的立新网络直播台、Facebook 以及 YouTube 进行现场直播。我们也会看到呢，大家在立新网络直播台的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呢。适当的留言哦，所以大家快快可以打上来，看看评论一下哈。来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好的也听，来不好的也要接受。真的、哦，我们看到 Facebook 有我们的黄丽玲，父亲节快乐 ，Annie Deal， 大家好 ，Joy Lim， Nancy Lee， 还有看到我们的陈春桃，父亲节快乐，看到我们的 You Deal， 力量 You Deal。对，我跟你讲了，我一开始就差不多整万人在观看，对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谢。我们呢没有无以回报，我们只有可以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跳等不回能快乐。One 父亲节嘛 ，1 2 3 4。完了，叉叉啦！啊，叉叉父亲节都完了，牛哎！叉叉来。啊王克东的唱小嗓，声声啊唱得蹦蹦。啊，坎拉坎拉坎不来，老麦看中老来。啊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昆巴娃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泰国我们也可以啊。真的哈。真的什么都可以，我最重要最厉害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朝鲜。朝鲜话最厉害，很多人呐、啊。你也要跟我叫你老伯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朝鲜，全炒米粉的朝鲜。我跟你，全世界的国家啊，最厉害啊！你看最紧张报新闻的啊，就是朝鲜。朝鲜人最厉害，朝鲜报告新闻的、啊。Korean news， 砍长空棒金钟八嘎老，空砍金土坡。他们口呜不 ，one two three， 朝鲜是不是那粒炸弹？全世界在目光。天天放大炮了，我们要起出的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。现在呢，这个疫情当下呢，大家决定要你爱我，我爱呢 ，You love me, I love you. Okay. Then more than I can say. Can no problem. No, every day, bong here, bong there. There is no good, you know. Okay, no problem. Tonight also can speak English. I 60 years old. My father until now, huh? Your father, huh? My father, no, my father and my grandmother, huh? grandfather, lah. Until now, no speak English. 我的家族从来没有人讲英文的。对呀、啊，从来没有到我的孩子就因为你们都没有贵族血统嘛，就不要啦。人家要讲因为有贵族血统了。我们在甘榜哪里有给他按摩按摩？中式古叫中式的拉拉狗料，中式叫按摩搞火，有没有听过？对啊，叫不按摩搞火，哇！现在在中湖岗料，现在做按白料，现在做麻大料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？OK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今天讲这样呢？对不对？要教育大家，读书重要。我跟你讲啊，啊，他们讲有一句英文叫什么？什么呢 ？Don't teach your mother what to do, OK? Anyway， 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。Okay. 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当然也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节目呢是遵循呢。
资讯通信媒体发展部 IMDA， 而且我们在高警戒解封第三段指导原则进行直播录影的。什么第三段呢、啊？第三阶段、啊。第三阶。我还第三段呢，一站两站三地呢。第三段。一礼拜无看到你，你干那是？迄道的肉也老，迄道的肉也老，奇怪呢。你放心啊。我这摆有买好的有到了，是咩？有到这摆无时间去有咧咧，这摆拢时间去 steam 的。啊对对对，啊，我这摆爱出门，我家己先 steam， 一烧了一把就结起来呢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很多人都跟我们讲呢，父亲节快乐！再次的谢谢你们，也祝福大家呢，父亲节快乐！你看了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讲十分钟，两边加起来已经12000人了。你每次都是好练呐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一份荣耀不是我们的。对，这一个呢，是因为你们爱惜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哈，歌台欢乐夜，也因为有了哈，我们 MCI 的这个鼎力相支持，所以呢，才有这个节目的诞生。真的要感动天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我们的政府给我们人民的这个哈，是支持跟鼓励。因为最好这个时段哦，大家待在家最好。我觉得那困难的歌台上好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说去到那边要交涉，现在明天发的。今天再来看我们的节目最好。是啊。